大家好，我是青衣。啊，这个拖了几天是吧？小伙伴问这个是什么情况？不更了是吧？这个什么日更变成周更了，拖拉作业是吧？好了，主要是这几天状态不是太好，然后呢没有太做一些这个基础的视频。那这次呢画的是这个木槿花，这个是一个线稿，本身我线稿是不配音的啊，就很少配音的。然后这次呢就是想给大家去聊聊天是吧？因为好久没说过话了。非常简单的一个线稿啊，我是直接起稿的，然后呢去画的时候呢也是流畅一点，丝滑一点，注意一下前后的一个遮挡关系，这样的话呢就是比较简单。还是希望小伙伴也不要停下笔，我们一路并肩前行啊，与你共成。